蒸、煮、炒、炸，不管是哪种料理方法，在这里全部都看得到。为了推广素食，吉志工连出喝干呼。因为每一个老师吼来自不同地方，我是希望讲这个推广吼可以全面性啊，啊希望大家拢有那个接受性，吼对自己身体健康，对那个我们那个环保多好。色香味俱全的料理背后都有着小秘诀，像是以姜、麻油炒香为底，就能去除蔬菜的菜腥味；香菇则是冷锅放油来消除菇腥味。像刚才师姐分享的，其实只是把其中的肉类转换一下，可能是另外一种食材来代替，那可能就不会造成家里面可能是负责主食的这一个负责，也许是家庭主妇或者是妈妈，他们的负担。吉志工推广素食脚步也来到嘉义市环保局，根据研究，一个人一天不吃动物性蛋白质，可以减少7公斤的二氧化碳，救地球同时也能做好体内环保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嘉义综合报道。